民艺术的装潢摆设，让整间餐厅充满民族风格特色。日前宣布的2021台北台中米其林指南必比登推介名单中，位在台中市的一家原住民音乐餐厅风光入榜，而老板正是一位来自台东的台湾族人，在疫情严重时刻获得殊荣，老板坦言获得很大信心。不过真的很感谢啊，等于是说在这个疫情当中是一个及时雨啊，那我们会对未来会更有信心啊。对，因为毕竟台湾的原住民化就是要备受肯定鼓励了，我们才会有更大的力量。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的支持啊，就才可以这样子下来。必比登推介是透过物有所值进行标准评选。邱金明表示，餐厅经营20年，除了都是使用天然健康佐料，食材也都是利用宅配或休假期间回到部落清采新鲜野菜蔬果，让消费者吃得安心。把菜煮好啊，然后对待客人就像带家人一样，不管是唱歌跳舞，还是煮菜，还是冰箱所有的东西，山上来的还是海里来的，都这个倾囊相授，倾巢而出，全部都用爱去处理，这是我们原住民的热情嘛？对。除了原民风味料理，餐厅也有音乐表演跟文化展览多项活动。不过配合防疫，餐厅现阶段只采预约制分流控管人数。邱金明也期盼疫情早日结束，让餐厅持续带给人们满满的原民热情与归属感。原视新闻 Wendy 台中市采访报道。